绝不容许任何的歹徒在我们新北市上班。绝不容许任何的歹徒在我们新北市上当。虽然你已经抓到了，但是也要仔细追查有没有幕后，甚至有没有其他的犯罪集团。我们对这种不法犯罪集团绝对不能手软，全力压制，好不好？所以你自己要亲自要带队整个扫荡，好不好？绝对不允许，也不宽待这种事再发生。